好，里面有什么颜色？粉色。这两抽一颗。来，打开越南，打开越南打。哎，对，赢了。好的。好，红色。还有一次。红色，越南打。越南打，越南打。不敢，不敢。越南打，没关系。哎，你们怎么？越南打。 越南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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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南
好奇一颗怎么那么难呢、啊？我们决定全部都给你抽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一人一颗，一人一颗。你抽签，你抽签，你抽最多的那个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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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来越南打。来。好，我先抽各位的。抽各位吗？我们就各十百千。好。对，就这样，这顺序小一点。好了，来了，快了，好了。小的，小鱼。跳跳。小一点。哎，他们抽个五，如果刚才签就已经赢我们了。现在你们要再过一关，就是五颗里面要摸出三个颜色。好，也就是说几率还蛮高的。好 ，OK， 要什么颜色？粉白橘。啊？粉白橘。橘。橘吗？橘。有了。加油加油。粉白粉白。粉白。是。没关系。粉白粉白粉白。粉白粉白。还有最后一颗。白，剩粉，剩下什么？粉色啊。谁抽？那你，好，里面有三分之一的机会。达达，好。越南达，我帮你拿。要什么？越南达，粉色，粉色。他们抽压力太大了，他们抽压力。如果今天再抽中粉色，早一天你全身粉色穿出来。好。越南达，越南达，越南达。粉色穿粉色。粉色，耶！
我这个握好握好久，我不敢拿出来。OK， 好，来放球。好。OK， 好。第一次看到烟是满的。满的啊 ，OK。你放哪？你放心中的抽个十百千。好。我先抽个了。好，来。个。你不要抽九出来呢。你不要在这里抽奖啊！不是，因为你手气那么好，竟然抽个位数啊！零。八。八。还有九呢。零。1308，我们没有害钱。好，那么两边剪刀石头布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好，赢的先抽。是瑞盾，越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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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盾。好，3153元，谁？我。OK， 对，就是他跟越南好有缘哦。哎，对对对，上次宜兰也是抽到越南盾啊，没你抽的，你抽的，是因为有你啊。达哥抽什么给你什么，达哥自己给你多少？越南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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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，喊出来！你要保持传统啊，你要保持传统，传统就是你。用力，用力，三、二、一，开！用力，三、二、一，开！越南打吧，所以之前都是他害的。真的是越南打。哎，不过我们真的要找一个时间帮那个达哥办一个仪，这个一个仪式。粉红趴，粉红趴，借改一下。他怎么跟越南那么有名有缘？越南盾，我这么帮节目。哎，我觉得越南盾从一而终，一直在抽越南盾。越南盾会不会有要出壁纸？我搞不好抽出别的，观众就失望了。哎，越南的壁纸有你人家的漂亮，帮我们做一张。我习惯了啦，好不好？我不扛谁扛呢？你们想一下，如果今天我如果抽出瑞典克朗，你像3000多乘以3，好像还是也才还好，除非他们是越南，对，才有机会超车，对啊，几率很低。那我们要么就是抽一个最有搞笑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想法就是，如果今天是我们赢了，那就变成他们要去，就变成我们会觉得说啊，因为我们赢的比较少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那个心情啊，不会觉得说过意不去，会耶，那如果我们去就会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可是你怎么没有跟我们说越南达的由来？我以为每天在跟你喊越南达，越南达，我以为是因为你在越南很受欢迎，我以为越南什么事情你最翘啊，越南达。这里的女生都喜欢你。这几天我觉得就是哪边怪怪的，就是我忘了跟他们讲这个东西。我感觉很开心，我以为你是很受罪的，对，越南英雄，对，我们每天越南打，越南打，越。难怪，难怪我，哎，我刚刚是一进去一摸到这张，我就毫不犹豫就把它握在手上，想说跟粉红色一样的自信，不可能那么衰吧？没关系，我今天不管住哪边，我们都有深刻的回忆。看你在按摩，我请客。越南是横着走，越南是横着走。